失眠最常见的原因，那么，第一种原因，我们叫躯体毛病引起的。那么这个失眠躯体毛病会有什么呢？我们叫统称叫睡眠障碍。那么睡眠障碍里面，有几部分，一个就是我们就是本身的躯体疾病。那么躯体，比如说啊，我们有叫呼吸睡眠暂停的，这种人他会什么样呢？就是睡觉的时候，他的有段时间打鼾，打鼾的有段时间他的呼吸是停止的，那么这个也会引起他的睡眠不好。还有很大一类的就是各种身体上的疾病，比如说有慢性疼痛，比如说你有这个心功能不全的，或者有呼吸不好的，或者有其他的这个甲亢的，那么这类疾病也会引起失眠。我们所以叫躯体这块。那么第二大类疾病就是我们的这心理这块。我们睡眠是我们的心理健康的晴雨表。你的心理健康出问题了，往往首先表现的第一个表现就是睡不着觉。那么所以说你的。